要几多半？你们俩人坐一个半。一块坐一下。一块坐一下。那个有没有油墨？这个有油墨，这个彩盒的东西能不能够这块把油墨倒了是吧？来了来了。刚去仓库里面，仓库没有料。 那这种，你在讲吗？那我现在明天早上跟人事件，我一定要，怎么办？